哦，这个是十传十，红龙来了。好，最后一匹要定闸的是精明之星。精明之星进闸了，第四场赛事准备。闸门打开了，今天的赛事呢是第四级的1600公尺沙地赛，在内侧的是蓝色偶像啊，带出大概半个马位，跟在他的旁边呢就有北星之威，另外是红龙来了，还有一生荣耀则是在外侧，在他的旁边呢则有这个轮式机甲。那另外浅蓝色彩衣的是铁齿，他守在内栏的位置，一个多马位之后是这个黑色彩衣的一把火，然后呢才有精明之星石传石，暂时殿后的则有自由开心。距离前面领放的马匹呢大概是有七个多马位啊，现在呢是蓝色偶像，这奎洛斯的坐骑在前面带出有一个马位，那跟在外面上来的呢是一生荣耀啊，接着呢就有红龙来了，然后呢才轮到轮式机甲，另外呢是北京之威铁齿，然后有一把火精明之星石传石，暂时殿后的依然是自由开心这匹冷门的参赛马了，他现在距离前面的马匹还是大概有五个多马位啊，那现在呢这个蓝色偶像还是在前面继续的带出有一个马，然后呢应该有石传石或者是这个北星之威，然后有蓝色偶像精明之星一把火，接下来是一生荣耀，然后有红龙来了，跟着是轮式机甲，还有一匹呢是铁齿。哇，前面在那边斗得你死我活，结果这个自由开心从外面杀。